杨志，嗯，洪世专设立洪世救灵芝，有啦无熟悉，受刑人误会了。我是要讲胡灵芝怪怪囡仔，原来伊叫做灵芝哦，此事不凡，定有帝王之相。我定要好好观察，并不用罪令。那说我为红色阴间，苏先生不用睡。灵芝怎么闭关躲破？这位外兄虽刀枪小有不同，但没有心情，我也尽心。伊必须我该设置殿前的机必修。是你告红色机个人。中风有灵，先生来意，灵芝内心有数，无论是谁脱离进来，请向伊说，灵芝真好，伊不用担心。哦，看来这段时间的点点，红色心境久不动。多谢苏先生，要小鬼头以小会陪伴。灵芝真多谢你呢，红赐不用，我中风便放心了。说我虽然不知前因后果，但用不经意问，难道红赐你拢未想出吗？我离开家乡才几个月呢，已经无时无准，无咧想我可爱的苏家村了。思念亲像空谷回响。听到却见不到，无会安排，灵芝既接受，任何可能的后果，拢是我必须承受的了。但小朋友，你的资质、面相，该是宇宙罕见的天选之气。若无此回入中原，就是要找出像你这样的天才，我愿辅助你。成为未来安定武林的明君，虽说安定武林一定要做王，李洪才讲的帝王之相已经是过去相了。灵芝真正受罪，是金劫江辉劫去，那就是我的未来相。就如同我先生一样，灵芝自由。便任无先生指挥因书法，经参天文师尊提起先生事件，同时罕有人品更是绝，今日见古今非凡。如果有幸，请你带灵芝转达师尊，我在此可令你传授的剑法，请伊放心。独独听过得多几次。新兴灵芝，你小鬼头小火告崩兵游戏，我有所以说还金兄当。哼，那我最好有当之事，为师不可顾忌，兄弟不用退避。哦，不敌我先后手有水，这是红火秀美。同我照顾灵芝，让他安逸稳定，平安归日。所以我中风希望能逃回红赐。我知晓你先前不将灵芝交还，必是另有考量。但请你相信，我必得周转灵芝安危，必将你苏焕金对红火失信。其实苏武今日大劫将临身，亦有意将灵芝托付伊人。既然我先开口保证，那苏武自动将红纸托付伊的，试试。若遭红纸，怕是不落在危险之下。我先也正被中阴界之人对峙，不如就一同记着此地，太红桃贵乡，再前往他处。可有需要我中风一座渡劫？此难一行，中阴界必须付出的代价，这是苏武个人牺牲，
我既有安排，你不用担心。那待我将唐书处理完毕，再来处理一回。多谢你了。另一多别人情样，说我也算是的凶手案，分别在这，说我内心有一个疑问，一直想请教先生。公子千岁，苏焕金虽然在苦境是同人才，但在中阴界的知名度应该远不如苦境，也就是讲，恁大概才熟悉无外久，为什么恁两人会如此信任对方？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如此的微妙，有时候第一眼所建立的好感，远比雕塑相处来的深厚。这种奇妙缘分，我总放在其他人身上见过，在素焕金身上也是多。再说，当初就非素焕金之作，我总放有无今日之机，这份初心我总放相当珍惜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了解了。好，先生既然是疑，那换我总放疑问了。以前听闻先生谈论七凶之法秘境，不如再请教一二。